妖女，看你还有什么花样可耍。敢死的生魂果然是最好的，多谢你们出力帮我杀了这许多四象门人，有了这许多生魂怨灵，我的谋生就可以完成了。反正你上的黑气果然是你的杰作，大师兄带你回来当真是引狼入室。高四金这傻子见色就忘了一切，我只用了一些小手段就动了他服服帖帖。我在盘天岭布阵吸取弟子精魂，甚至暗中对他师父动手脚，这蠢驴竟然全没察觉。四象门有他这种首徒，今日活该覆灭于此。韩古萨，原来是你。反正你们马上就要过一天，那你们知道真相也无妨。罡风卷日，幽月华生，鬼目天章，万魂集夜，黑岩饮酒，明火烟漫。这是邪天黑岩阵的咒语。邪天黑岩阵，竟然有人敢施展这等邪阵！师傅，你没事吗？不愧是灵山老鬼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居然还没归天。不过我看也快了。邪天黑岩阵，天地间四大邪阵之一，此阵手与天地力魂煞气，一旦发动，阵内变成鬼域如月，在黑岩卷料之下，任何活物立即销毁变成形魂俱灭。谁敢发动此阵，便是与天下苍神作对，即使神魔天仙也容他不得。是我韩无沙发到这邪天黑岩阵，灵山老鬼你待又如何？人间就算被黑岩烧成白地，也不干我地界的事，我可是半点也不在乎。死吧。你杀韩无沙，好的妖孽，很好。林青霞之光，灵犀天华，金轮映辉，破明烛暗，俱为千圣天皇。师父，你的身子不能妖孽，化成灰吧。师父，师父。我不行了，你师兄天资不足，继承不了我毕生经验的绝学，四象门今后就由你继承掌门之位，门内弟子谁敢不从，一概格杀勿论。师父，你先别提这个，现在不提还待何时。月儿，你天资聪颖，日后在术法上的造诣必定远胜于我，光大我四象门并立中原各海，就看你了。师父，徒儿会谨遵你的吩咐。玉儿，还有一件要紧之事要告诉你，在这九曜之厅底下有个藏宝密室，里面有我毕生收藏的典籍法宝，这一切就都由你继承。进藏宝室的机关就在四象法衣换位师父，不要啊，师父。风姑娘，你要节哀顺变。风姑娘，哎呀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盘天岭上有一场大乱，此刻四象门由谁做主？
小女子风寒月刚刚接任四相长辈一职，各位长伯师辈盘官顶旁天顶不知有何指教。刚刚接任，难道前掌门霓裳前辈已经门内有奸人为乱，甚至牵引门户，不愿却招了敌人毒手？原来如此，霓裳前辈乃当代奇才，外学内修，均真化境，请问他老人家显示我大众人莫不惋惜抱憾。多谢您师父，小女子年少无德，今后天掌四相门门户，还望各位师叔伯们多多关照。关照是可以，但凭您见年幼怒我驴，如何成绩的掌门众人，如何让门内弟子心服？只怕不用一年半载，林山前辈苦心建立的基业就要烟消云散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是啊，况且四相门开派十余年，也和中原诸派留下不少仇怨，如今林山前辈已然先去，这些仇怨要如何清算，可要落在你头上。两位师叔伯说话咄咄逼人，是何道理？四相门遭此变故，中原三大派不失援手，反倒联手来欺负我这孤女，岂非落井下石的行径？哼，林山老人孤傲自大，向来没把我们三大派看在眼里。四相门和我等积怨多过消气，便要落井下石，也是合情合理。今日林山老人归西，你们又自相残杀，正是所谓自作孽不可活。现在三派齐聚山下，原就是来兴师问罪。四相门向来正邪不分，在盘天岭上设置要命的邪阵，实在令人发指。依我浅见，不如今日合三派之力，一举跳了这罪恶冤属，也可为天下出一大患。师父，两位师父，这邪阵乃到外妖邪所设，与四相门并无关联，弟子可以为证。林大哥，这些人本就不怀好意，他们趁着师父去世，本派元气大伤之际，对我威逼恐吓，想占这县城的便宜。既然他们本性如此，那么和他们多说也是无益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那么我们也不用拐弯抹角，只要你即刻解散四相门，归入我三派之下，并乖乖交出诸般秘藏法宝，就饶了你们一干人众的性命。否则的话，今日中原三大派剿灭四相门，踏平盘天岭，名山老鬼地下有知，只怕会气个吐血。师父临终之际传我掌门大位，我岂能辜负他老人家的依托，要我善派献宝，除非我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你们这是什么中原三大派，只会趁人之危，欺负一个女孩子家，你们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？我第一个开门不起。风姑娘，你放心，这些兔崽子若敢对你动手，我上官员一定助你。假仁假义，狂富侠名，看着就令人有气。我刀下向来不留卑鄙小人。风姑娘，待会也送我一份。嘿，谁敢骂这妖女，便视同妖魔一伙，一并除灭。师父，四相门三大派间确实有许多斗劫，但均非深仇大怨，若你老人家肯出力，居中周旋排解，定可消灭这场杀戮惨祸。爹，大师哥说的有理。这等场合，女孩子家不要多嘴。师父，弟子从小模拟教诲，为侠居人，此心所正，明辨细察，勿无枉咒，这些教诲弟子从不敢忘。今日之事错综复杂，原非一时三刻可以说明，但大家尽可慢慢谈得仔细，如此大伤和气，多杀人命的不智之举，实非必须。师父，弟子自小相信你是个谦和明理之人，就算四相门昔日确有不是，两位师伯如此带强相逼，要风姑娘上派献宝，难道这不是盗匪的行径？师父，你生性清高，自不会与他们两位一般见识，弟子求你做个公道，劝两位师伯收兵罢斗罢了。应掌门，不愧是你教出来的徒弟，说话口舌伶俐，大有道理，可惜却偏袒妖邪一行，你说这个该如何？周兄，他已被我逐出门下，不再是我天玄门弟子，他的言语行止皆与我天玄门无关。
到底是你一手带大徒弟，怎能和说你无关？哎，我早说过，这等邪魔之后，当初就该一剑杀了，留他下来，终会成为祸端。当日若不是你发了善心，把他养大，今日就不会有他和我们来作对。主兄，当日我们不是约好，绝不再提此事吗？事隔多年，还有什么好怕？只要你不再像当日那样心软，待会咱们就在场的全都杀了，包管一了百了。师父，朱师傅刚才说的邪魔之后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由我来说好了。你母亲是地界的魔晶，你爹不知怎的迷恋上了他，所以才有你这个孽种。当日我们联合三派好手杀了他们夫妇俩后，你师父忽然大发善心，留你一命，还抚养你长大，收为大弟子。哎，应兄啊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这可真是你的不是的。不，我不信。师父说过，我爹是他们同门师弟，和我娘因为疾病双双去世，所以才有师父将我养大。嘿，你师父狂言骗你，难道你还深信不疑？你师父现下就在这里，你何不自己去问他？爹，这是真的吗？你是因此才把大师哥逐出师门的吗？闭嘴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就算这是真的，大师哥也绝不是妖邪之流。我自小和大师哥一起长大，知他一向刚毅守正，磊落无私。莫说我自己，本门的师弟们也很服他。况且大师哥处事向来宽宏仁厚，若论人品胸襟，只怕还在两位师伯之上。住嘴！你可知你刚才所言有多失礼吗？令掌门，原来不独你高徒，也令千金也口舌伶俐啊！哎，多说无用。风寒月，刚才我们说的要求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我早说过，要我上派宪法，除非我死。那就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、林大哥，我知你十分为难，此番若你能两不相帮，我便十分感激。若你要帮你师父师妹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反正我是下不了手伤你的，只求你一剑杀了我，省得我多受这些苦楚。不，我怎能杀你？好，三大派如此相逼，与下三滥的盗匪无异，我已休与他们为伍。我殷建平既是天玄门弃徒，今日就扬弃正派，当真正的邪派罢了。殷公子，你千万不可自暴自弃。师徒在战争中一死了之，虽然事已至此，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总还是有方法可以圆满解决的。此凤姑娘说得太好，大家听好，待会咱们先挑紫云派和通龙派的杂碎，天玄门人只伤不杀，逼他们退走即可，免得殷老弟左右为难。何必为这些废物为难？师父，是谁？贱人，还用得着装死吗？王主，你怎么来了？韩无伤，你没死。要真是这样轻易被击毙，如此废物还配在我手下做事吗？不过你连这等小事都办不妥，本座还用得着你吗？盟主，贱妾知错，请盟主饶了贱妾一命。不过难得三派的兔崽子群集于处，正好一网打尽，省得本座四处奔波。能有这等千载难逢的良机，算是让你将功折罪。这妖人杀了师父和紫云派周世谋，咱们一起联手杀了他，为师父和周世谋报仇。你们的师父身为一派之长，上期被他一剑斩死，两人修为相比犹如鱼泥之差。师父都这个样子，你们这些徒子徒孙有个屁用？不想死的话，就乖乖待在原地罢了。可恶！在竹影之中，承蒙阁下剑下留人，不意今日又在此地相见，阁下这回光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嘿，本座今天虽然是来杀这些兔崽子，不过令本座意料不到的是，金娥却听到了一件与本座大有关系之事，可得问得清楚不可。
师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恭喜你练成无上飞剑之法，师弟。啊，你是印掌门的师弟？师兄，听周浩和朱重那两个废物之言，眼前这少年是本座的儿子，是吗？哼，当日一念之能，留下这个祸根。哈哈哈，师兄不用强作此言，你的心思我清楚得很。当日你连同外人也围杀我夫妇俩，想必事后心中也十分内疚，才会留下我儿子一命。只可惜当日我重伤后，在地界静了7年，日后又忙于一统天地众魔，无暇去管天玄门内动静，不然我父子俩也不用等到今日方才见面。师父，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弟子这些年来始终觉得师父对弟子处处提防，从无辞色，即使弟子练功有成，师父也冷言冷语，让弟子心灰意冷。难道都是为了这个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？林建平，吾已对仁至义尽，抚养你长大成人，就像清偿我欠你爹的债罢了。但今后你又投入魔道，你我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师兄，我是感念你抚养平儿之恩，这才饶你一命，怎么这回又开始饶起蛇来了？就算你豁出了性命，你这一干徒子徒孙的心还要不要？这股邪正邪不两立，你既对了魔道，便是我天玄门之顶。祖师爷曾说，除妖灭邪，大义不死。倘若天玄门今日在此覆灭，那也是天意。我不给你们一点厉害瞧瞧，我先学到给你们瞧得小了。好，就先拿通红派和泽云派的兔崽子来血祭立位。这位前辈，爹，好儿子，你想求本座饶这干人吗？那当然行，不过你得随本座回地界幽都，以你的天资修为，当可成为本座左右手，远在这办事不利的嗜血之上。韩无沙，你说是吗？王子说的是，公主我跟了的见解是很清楚的。爹，孩儿无论如何是不肯堕落魔道的。若你当真以无辜之人的性命相逼，孩儿也只有以下放上，暂时则变了。哈哈，好孩子，你的性子就和本座年轻时一个样。本座也知道婚姻比你是不成的。所谓正派的嘴脸，今日你也看得很清楚。这段时日就让你好好考虑。至于这一般兔崽的性命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他们。多谢爹不杀之恩。平儿，等后会有期。希望下次再见之日，可以听到令本座满意的答复。林大哥，风姑娘，别管我的事情。你现在是一世四象门之长，该收拾这乱象残局。至于天玄门门众，我还有话想和我师父谈一下，请你以礼相待。自然如此。风头派和紫云派的兔崽子们，快快带你们师父难看的尸首滚下山去，不然将你们尽数沉尸在这盘天岭上。至于天玄门的朋友，请你们稍后片刻。哈哈哈，封掌门也有当家的架势，我们这些外人是否也得一样滚下山去呢？上官大哥，你别这么说嘛，看来收拾善后给忙上一阵子，这几天就请大家住在西乡好好休息，盘天岭盛景不少，大家可趁这几天慢慢观赏。以往事小，这许多事物全落到风姑娘一人身上，只怕你吃不消呢。这几次大家能帮得上忙的就出点力，别让封掌门累坏了。紫凤姑娘说的是，有什么能帮忙的，风掌门你可别千万别客气。别叫什么风掌门，乱拗口的，我暂时谢谢大家了。林大哥，